少三个啦。要开偌济？今要开400，这都无两斤重面钱，要开400开偌济？开300，开一二五，这也算了，这也算啦。这这你看卖啦。这也算，你也看卖400吧，400吧，你也看卖啦。要用开300，你无要开400了，开200了，200了，算一下，200块200块了，200了。500块算鱼啊！甲你讲算鱼啊，甲你讲算，甲你讲算鱼看无？算鱼嘞，哎，500了，分手拢是500啦，食袂了买200啦。妈。路不熟可以叫计程车啊。可以，这么三千五嘛，就是靠啊，我这些是靠我呀。我问你，我白嘅，我讲白嘅了啊。你讲白嘅，系啦，我招两个人去就好啦。来来，无地买啊，更袂落啊啦！哎，200了，200块，快过来，过来，下来呀！哎呦，啊，这地200你无地买啦。下来，我讲两百块，两百块。2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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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
过两百好不好？收多啦，我都还袂花，你还在收多？我要卖一袋一百，两袋两百尔，你敢认输多吗？哎呀，三袋哩两百哩，一百了。哇，你慢条啊，再改动。一袋来两袋三袋，一百好了。你还上来到我那嘛，一百好。百了，上来到三袋一百了。上来到我那本来一袋来两袋三袋，一百好一百块。上来多过下来，七八号；上来多过下来，一百块，七八号嘞，一百嘞，八号嘞，一百块，七八号嘞。来，谢谢啊，红豆来，来，我们套出呀。蚵仔有人来无？我们吃蚵仔无？我们吃蚵仔无？鲨鱼啊，鲨鱼来。鱼翅。爱回味啊，那位。咸鱼啊，好来。你看那位。来来来，贵两包啊，好吧。两百块，几尾？三尾、四尾有二两百了，五尾有二两百了，六尾有二两百了啦，好不？来，咸鱼过来，咸鱼过来，来，八两百过来。捕鱼的啊，这个是捕鱼的啊，对，死咸鱼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赶快来。
伊来两个两只来，三只来，三只四只来，五只来，六只来，佫只来两百块两百块，两百了，两百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了。手工店做袂了，无咱买一回，买两回，买三回来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一百块。一百块啊，一百块无人买啊！来，谢谢来，无安尼碰到啦吼，谢谢来，去边仔了来。来，要食蚵仔无？要食蚵仔无？要食鲨鱼哦，来，鲨鱼来，买两包无？啊，一百块啦，一百块啦，啊，食呢炒一斤半当头，要两斤仔了。加了，只重考的，只安尼一百，安尼两百嘞，啊，只搁后壁只安尼无值你两百，只卖你四百伤贵。恁老师来教。哦，哇，我你卖两百了啦，我问你定。你头前贵，啊，你只只重考。真的。
小姐，我来这边拍。大货流。那个啊。百流。买东西不会超过200块。百流。买多少钱？百流。他的最高纪录消费，啊，他的最低消费是20块。100块。我来，最好四个人可以摸来，100块一百好过来，100。最好四个人可以摸来，100好100块，100，100，100块一包来。他今天能掏200块，过来，100块一包。最好三个摸啊，最后三个客人摸来，100都摸好来。来，谢谢来，送给你来。不过来呀，哎呀，每天都看得到，我只要我过来都看得到。今天是我看过他买过最高的金额。哇！等啥子啊？到。我们走。哎，等我啊。这等八。300。3份。200三份。要多一点啊，哪那么少？我多的，跟你买那么多，给你消费几分的？跟你买那么多，夜工夜较多啦，你夜工夜较多叫人烧啊，对吧？哎，金辉早。大大大早。哎，还要过来吗？这个真的。还要过来吗？大大大。还要过来吗？200块，200都无啊！谢谢啊，过来。过来一下吧。大招数。大招数。没有。他是你家那位。我拜了。都我的啊。我一千两位。你们能够所以各位，人在菜市场处理掉婆婆妈妈的才叫保守。哇哦，我来买啊！现在小包啊，小包给他弄好了。好啊！我们你慢慢讲，你们讲那个。下班了，多利下班了，就四个人去了，不用做，我就四个人去了。哎，王啊，完全部补不起啦。王啊，等下这沙地啊，沙地行起来200块啦。就四个人去了啦。不用开了，就开300。一夜我弄没得来，200块，200块。200块。
百块，新的鱼货，鱼货是没有，但是有一些新的产品啊，什么香辣鸡腿排啊，轰炸鸡翅、三节翅啊，便宜一百太贵。隔壁有在卖，好不好？帮我打一下广告，隔壁有在卖啊，来帮我买。翻白眼啊！我一包五斤来个，一包五斤啊，一包开万嘞，一开八百嘞，包三啦，三万两百五了，贵一包百五了，哎，真的，百三了啦，百二啊，要食蚵仔面，一百了。八五了，
下来了，大个了。八个，
来一包好，百块，百，百，再来再买百五，再买百五，再买百五，再买百五嘛。弄来八五块啦，弄来八五块，八，八，对呀。我把你，就我你买个包。